喂，換句 TV， 第 N 季第 N 集，係啦，即係冇咗你喺度咧，我哋完全唔記得係第幾季第幾集。第七季啦，總之係第九集啊，原來仲未執翻啦，第一次講咗㗎啦，其實。頂，anyway， 咁啊，頭先我哋玩完之後咧，咁啊 ，so far 喺度特別鳴謝翻阿子龍先。醒咗一啲呢一個好正嘅手信名啦，係乜嘢咧？上 Facebook 睇啦，係anyway 都冇乜機會送俾大家，不過點都好，立曬啦，仲有嘢送，不過我哋係啦，都唔爭再講定先咯，係咯，我俾個後邊大家睇，嗱呢一個就係一陣嘅福利啊，大家咁啊有冇興趣唔知，咁啊點都好，如果有睇到 TV 版嘅話咧，我希望劇場版就唔會咁難，反轉啦係。噔噔噔噔，飛鷹俠再見了朋友，大佬我唔捧阿建祥，我都捧阿 J 祥啊，都係嗰句，點都好。長啲定係 J 長啲咧？係、哎、好明顯，我係長 J 啦，大佬。好咁啊，呢、這個玩法一陣先講，點都好，等嘥大家時間望翻台面嗰啲嘢先。大合集。冇錯。哇！呢啲咩？呢四盒嘢點解會擺埋一齊咧？係揾近排即係都吐槽少少啊啦 ，Neca。一系列即係新嘅，我唔知道算係新，但係即係近排 NECA 出嗰啲 figure 咧，平靚正，堅平靚正。係啊！哇，大佬！美換大反擊，兩嚿零水，靚過 SHF， 唔係講笑，靚過 SHF， 同埋真係佢本身出嗰啲character 咧，亦都係即係比較多會係集中翻喺一啲即係外國嘅西片嗰度。嗯。咁變咗。日系的玩具很少拿這些版權，還有另一個好處就是就算你日本人不買，我們美國人都自己買回，是我們美國人啊你看回這邊鏡頭鬆回我們美國人，我頂你啊這兩隻大家都喜歡的，老老實實真的，哇這個新的，他做工是的確是不錯，是真的，你看看他這個第二個頭先、啊、你看那些精細度啊，開盒爆啦！唉，咪多一個，點都要影英國盒先，特別係呢、這個。哦，好靚啊 ！Game Shop 限定。扭咗啦，又左右啊，扭咗係啦，扭咗係啦。哇！頂，我平時啲抌盒嘅呢啲，我點夠膽抌啊？都再望埋入邊啦。雖然一陣我都唔知道會唔會介紹，睇心情啦。哇！好兇惡啊！睇時間啦。係咯。呢、這個就係新版嚟嘅，這個、呢個咧就係經典版。Yeah.舊嗰套，係啊，好，唔講啦，太多嘢，初初你淨係影嗰張相嗰啲根本都完全冇講過嘅，真係呢啲咪驚喜咯，爆佢先，咩都係假，都係嗰句，習慣少少，我哋都係咁依影一影個盒，最新嗰套 Predator 入邊嘅 The Predator，Future Predator， 係啊，冇錯，係啊。這個是走佬 Predator， 是 Fugitive， 好跟住又拍一拍個盒子 God of War， 如果大家有玩 PS4 有玩這個死了我剛才才說完 PS PS 還有 PS3 Xbox Xbox 是啦，都不會覺得陌生的了，好啦先開一隻，沒錯，他套戲什麼時候做啊？上啊，優先上上咗添啊！上咗，係啊。呢、這個有呢、這個好似冇 Xbox 嘅，呢、這個好似係嘛？唔記得。呢、這個記得誒 PS 係有嘅 ，PS 係有嘅 ，Sony 嘅好似係。好。配件呢、這個同即係貫徹翻美換係冇乜配件嘅。都正都都算有啦，係啊，算啊，又可以換手，手又剩咁樣。咁你要即係留意翻個價錢係幾多先啦。係，都係嗰句兩嚿油。亮點係咪呢個啊？冇錯，誒，拆埋出嚟啦。我啲可以玩得咁粗暴嘅，因為我哋根本呢啲我唔會要盒嘅，好坦白講，所以冇乜所謂。問翻話 God of War 淨係得 PS 有。收到，唔該曬你 ，thank you。咦，睇唔到啲分件線喎，啲上色都幾複雜喎，係咯，係啊，靚啊，堅靚，所以都好嘅，即係 Neca 而家出嗰啲 figure 真係冇得頂，軟地嘅膠曬，咁呢個都大家有玩開本身 Neca 之前出開嗰啲 Predator 咧，咁變咗其實呢一隻都
都貫徹翻佢一貫嘅高水準，甚至更高嘅。我想講係高水準，甚至更高，高上更高啊！咦，佢呢個拆唔拆得開啊？拆唔開，係換頭嘅，係啊，換頭開。咦，呢個有關節嘅喎，冇錯，咁之前都有關節嘅。哇！呢個雷射炮有關節嘅。有冇比例嘅呢啲咁嘅？Non scale。係七寸嘅話。係啦，比例就係全部統一做七寸。七寸。佢已經高過啲一比十二嗰啲啦。係啊，高多。係咯。但矮過一比九。但係好靚咯喎，已經。係啊，本身你留意翻即係Predator 嗰個賣點就係佢本身嗰啲斑點嘅肌肉啊。它完全是很細緻地上色，而且你會看到它那 那些紋啊，很頂癮的，你看回也也有做舊化的。我看到這隻我真的忍不住拿這隻出來大哥這些舊化這些舊化 SX Trap 老實說 OK， 我兩塊零水而已，剛才這個船仔應該賣了，但原價是很貴的，這隻東西我講緊呢個 song 出嚟，後面嗰個樣都唔係呢個樣嘅，烏嘴狗嚟啊！舊化整到呢擺明人手嘅大佬，真係即係人手度咁幾咁混亂。又望翻呢一隻，哦，佢呢個 elbow 嘅關節喺呢度，咦咁得意嘅，上咗嚟，我上咗嚟。不過反而當然啦 ，Necker 呢個價錢其實好坦白講，性價比係冇得挑剔嘅。不過真係話要改善嘅地方，亦都有即係可以的話咧，本身亦都玩關節，你玩 Necker 其實就麻麻地。因為它本身的可動性或者關節的設計呢都還未即可以跟日本製的廠看齊，不過當然啦，你可以很粗玩，粗玩這些非常粗玩都還可以，因為齋企就一流，是那就擺一點有型一點的姿勢都 OK 的。好，給你兩好，這塊原膠來的，是 啊， 是啊，你看個 pat pat， 個 pat pat 都有 pat pat 紋的，但個上色金屬好咗都好似，係呢度都係咁，噴噴下色啦，呢度漸變，漸變㗎，冇咁靚㗎，真係。不過套戲我未睇啊，其實我都想知道本身呢一個 Predator 佢係即係係邊一個 class 嘅。因為如果即係大家中意即係睇 Predator 套戲嗰啲咧，即係有研究嘅話都知道本身佢哋有唔同嘅氏族同埋有唔同嘅階級。咁啊，至於佢嗰個階級係啲咩階級咧，我就真係等入戲院先至睇啦。睇故事先知。係啦，哇，扭翻正少少啲關節先。不過佢叫得佢做 fugitive， 咁啊應該係即係一族人打佢咁啊走咗佬咁樣嗰啲啦。咁啊，佢又唔係 bread blood 嘅，本身我反而即係如果純粹講 predator 嗰個族係即係我自己係最中意 bread blood 嘅，即係嗰啲即係完全唔理。不理道義 去殺同類那些就真的是頗喜歡。你這個有鐵絲換頭，換頭還好，比例還好，又可以爪是怎樣裝的，不夠下先背脆，是啊，它整個前臂拆出來，對，還漂亮，所以它的關節上了去上面，這樣處理比較漂亮，這隻手腕我兩支，每支兩支，係咪攞個拳頭好位撈亂咗？呢個應該係外質嚟啦。係。應該攞隻白冰出嚟冚咗先。依個拆。係。我呢個拆。呢啲尾換比較好啊，冇好多嗰啲嘢捆住。係。捆住就好煩。我通常就買個剪啊，買個剪剪鬼上去。呢支又正喎，有條紋。係啊。佢其實有好幾個 game 咧，都係抄呢個《God of War》嘅玩法。誒，例如咧？我玩過一個嗰個《Dante's Inferno》。嗯哼。嗰個遊戲差唔多咁樣。其實都是類似啲無雙系嗰啲咁樣啦，咁啊幾爽快嘅，又唔使一諗，又唔使考慮，一路行街，一路劈友嗰啲啦。哇！呢只都好精緻喎，上色都好唔錯。仲有武器，有盾牌。哇！雕得好靚。哇！兩邊佢呢啲全部應該都係 3D print 出嘅。但係佢變翻 production 之後，佢個恢復係做得好嗰個環。還原度高係嘛？即係呢個係。即係進步咗好多嘅，係啊，好勁啊，係咯，同埋老實實好多一比六嘅武器都出唔到呢啲咁嘅水平嘅。佢其實呢啲都叫做有層次啦，嗬，上色係啊，我有，係咯 ，OK， 唔錯啊呢個，
依個影相都睇得下人。哇！你本身嗰啲肌肉嗰啲紋理都正啊，即係跟翻曬。可以啊，依啲啊把刀可以拆翻呢度應該。係啊，拆翻嚟。依個就我斧頭咧，斧頭點嘅？斧頭難勾喺，斧頭係穿喺係啦，穿喺依度。哦，佢呢個係軟膠嚟嘅，所以就好輕易咁樣咧，好輕易咁樣就可以傷到上嚟。我玩之前咧，戰神其實好多武器嘅，有雙刀啊，有大哦，佢不停喺個 game 入邊 upgrade 自己啲武器，反而可以反璞歸真，用翻骨頭咁樣。佢可能太多啦。呢集係好似係撚一個小朋友嘅。係咪佢個仔嚟嘅嗰個？唔記得呢個係第一集啊！誒，呢個最新嗰集嚟，最新嗰集。哦 ，PS4 嗰邊都好靚。我最近都冇，個仔嚟嘅，個仔都冇對白。好，我呢度亦都換咗個頭，換咗半隻手，插翻啲武器，成件事幾咁令人開心啊！真係兩嚿水，真係。抵啊！誒，兩嚿㗎，差唔多咯。係啊，美換。係啊，美換唔係貴嘅。盾係點樣揸上去？佢都應該唔似揸，好似攝入去嘅喎。誒，插喺背脊啊！有個榫位啊嘛。係咯。應該背脊。冇聲。佢有冇 demo 到個盾點樣揸？冇。咁頂癮。美油。但係本身啲手，誒？咁樣咯。我見到有啲得意嘢，影一影呢邊。拎出嚟啊！換換啲我都覺得自己好拉勁啊！即係突然之間，犀利咁你都睇到係咯，就靠呢個水位去裝呢個盾牌，唔錯唔錯。硬硬就咁齋哇！有36個關節位喎，呢個 figure 報稱。我36個還36個呢一個，你喐得個幅度有幾大嘅？大家心裏有數啦。都 OK 嘅，我直頭正添啦，都係嗰句，望一望佢條佢個兜當布，哇！嗰啲質感幾，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其實唔一定要用皮先至可以做到個質感咧，即係又拆咗 hot toys 都可以考慮下呢個做法啫，你起碼唔係，但係個 deadpool 又係用皮啊嘛，所以我咪驚佢玩唔耐咯。Tether， 你個意思係？係啊，咁啊變咗幾鬼正，都係膠啫，呢啲你點玩都得啦。啤出嚟嘅，全部佢後邊嗰啲配件咧，全部啤出嚟。幾靚係誒？呢啲完全做到嗰種皮個質感啊，根本就所以真係唔需要一定用皮。或者你用真皮我都歡迎嘅，起碼都係玩耐啲啊。嗯。啊！哇，爽到爆！呢都係膠啫嘛，你完全做到皮嗰個感覺，嗰啲紋佢全部黑翻曬喺度。係啊。嗰個毫角都正啊！上色又唔會話油到過曬界嗰啲。所以即係你 QC 嚟講，即係估佢唔到我哋呢啲，即係我自己啊呢啲咁嘅，即係完美主義者咧，你對住呢啲美換，反而 Netka 佢真係可以做到一種好。好詳細、好 detail 嘅感覺，嗯、啊！真係吹佢唔漲嘅，真係。係，都話大反擊㗎。係，真係大反擊。Masco 又係啦。嗯。唔好講乜孩之寶都係啦，你嗰啲頭雕幾鬼靚啊！所以咧，都係嗰句呢、這、一個，即係孤物論證係呢個 series 都好啦。另外即係之前出過一啲恐怖經典片系列嗰啲 Netka 嘅六寸啦、七寸啦，哇！真係我都好值得推介俾所有朋友，即係無論佢個盒嘅設計啦，同埋本身個 figure 本身個質素啦、QC 啦，都站喺一個好高嘅層次嗰度。最慘價錢平啊嘛，兩嚿幾三嚿水，真係好咁啊！呢兩隻或者我哋玩住咁多先啦，因為今日都幾多嘢爆喎，原來爆爆下，唔知點解真係。好，咁啊，下一集見，下一集可能係幾分鐘之後。好，拜拜。